干啊！那边的把砖头搬一下，傻吗？那沙子不会挪那边去，那挡着不挡啊？活还不让人省心，那该干什么就干呗，对不对？哇！对不起，工头，对不起，工头，长眼没？鞋都给我踩脏了，干个活干嘛呢你啊？不眼长着秃气呢吗？啊！对不起，工头。 我妈她住院了，我心里想她的病情。原谅你，赔钱。快点，工头，这是我给我妈看病的钱。松手，松手，300块钱，我这鞋可是13400，300块钱，打发要换的啊。啊，我都知道错了，我也不跟你计较那么多，不说那么多了，你就赔我1万块钱吧。但是呢，我估计你现在也没钱。 反正咱工资是半年一结，到时候啊，直接从你工资里面扣了啊，别把我没提醒你。工头，滚！工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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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工
来工地一趟，我找你有事儿。哎，好，我现在就在工地，我马上过去找你。行。兄弟啊，你先别急，放心吧，这事儿我肯定会给你解决好的。程木龙太过分了，老是欺压我们。这我平时不在工地，我都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。别急，妈的，这病怎么办？这。
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找我？这怎么回事？我可听人家说了，上个月咱公司工资都没发给他们，公司都每个月按时给你发工资，这怎么都没发到他们手里呢？董事长，这就是个误会，我也没说真的让他赔这个钱。还有咱们工资这边说的是半年一结，这不是怕乱吗？这德刚这就是个误会，我真没说想要他的钱，我就跟他开个玩笑。还有啊，这我对咱们工人可好了，没事我还请他们吃饭。这真的长光头，公司规定每个月按时发放工资，谁给你的权利让你半年发一次的？再说了，人家碰你一次鞋怎么了？我看你就故意找事儿，你要是不想干别在这儿干了，我们公司不需要你这样的败类。董事长还扣了我10000块钱，叔，谁让你扣的？误会。误会？我看呀，你也别在这儿干了，说对滚。董事长，我错了，董事长，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给你机会？你给人家机会了吗？大哥走，这事我给你解决。董事长，德刚，这兄弟，你放心吧。你妈的病我出钱给你治，工资的事儿你也放心吧，肯定不会扣你一分钱的。太谢谢你了，董事长。没事的，走吧，咱赶快去医院看你母亲，顺便把这医药费给交了。行，走吧。董事长，几点了，中午还不做饭？妈，妈来啦！磨磨唧唧的喊着你都不知道过来。怎么了，玛丽？你这一天天在家就知道吃，一天天睡到中午才醒，你在这个家干什么呢？养你干嘛？地也不扫也不拖，饭都不知道做。玛丽，发这一大火干什么呀？妈平时不是在做吗？你做饭什么样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不知道吗？难吃的要死。你在这个家一点贡献都没有，德刚天天在外面干活那么累，你都不知道替他分担一点。我这胳膊老腿只能出去捡点瓶子贴补家用。那你去啊，在这干嘛呢？还坐着？我们家不养闲人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拿不了钱回来，你也别回来了。行，玛丽，妈知道了。妈下午就去捡瓶子。下午？那现在干嘛？睡觉吗？这不给你做饭吗？你做的饭什么样，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难吃的要死，也不知道德刚怎么吃你饭长大的。玛丽，那你要是……吃外面的饭也不干净呀，好在家里面很干净。干净？你做的饭那里面还有土，有头发，你自己看你穿着一身土里土气的，浑身上都是土。别在这说了，赶快去吧，快点，快去，快走。捡瓶子啊，那么热的天。妈闲着没事儿，出来捡点瓶子，还能贴补家用。妈，你就别瞒着我了，是不是玛丽把你赶出来了？玛丽这个人我知道，老是嫌弃你，走吧。
回去给你评理去。走吧。咋就在这儿呢？玛丽，啊，妈，玛丽啊，什么出去捡瓶子？有一个大儿行的吗？你别伤心了，这是妈自己想出去捡的。妈看你这压力太大了，想跟你分担分担。妈自己出去捡的啊？你骗谁呢？这我拦都拦不住，别你问妈。还我问妈啊？这么为了钱，你让妈过去捡瓶子，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挣钱啊，你在家啥都不干。妈，你发这么大火？妈，你惯着她干嘛？再说了，这。你养母又不是你亲妈，你发什么脾气啊？啊，你还有理了啊？哥哥，你发那么大火，那小母怎么了？她比我亲妈都好。啊，让你在家啥都不干，我妈洗衣服做饭不是都在干吗？你在家天天闲着，我早就看不下去了，离婚吧。离婚？哥哥，你别离婚呀，哥哥。不用因为我影响你们两个感情。说实在的，这玛丽嫁过来挺委屈她的，说我不是亲妈，还让她照顾我，给你们带来挺大的麻烦。你们就别离婚了，不用因为妈影响你们俩的感情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虽然我不是你亲生的，但是你视如己出。这玛丽也太过分了，都快到饭点了，她还让你出去捡瓶子，难不成你还让我妈要饭不成？德刚，我错了，德刚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让妈出去捡垃圾的。妈，这都是我的错，我那么对你。你还这样为我说话，对不起妈。妈不怪你，德刚，你看玛丽都知错了，你就原谅她吧。你又还敢这样对我妈妈？德刚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以后肯定好好对妈，咱不离婚行吗？行吧，既然你都知道错了，那以后可得好好照顾妈。那肯定的。咱们以后还得给妈养老。玛丽，那你们再好好谈谈，等妈给你们做饭。哎，妈怎么可能让你做饭？是啊，妈。妈，这事都是我不好，这江湖不过，你坐这儿，明天我做饭，以后这饭都由我来做，家务你也别做了。哎，都这时间点了，也别做饭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出去吃去。慢点。